今天我们也是一个游戏。嗯，什么游戏呢？但是我玩不明白，刘姐，你玩过？你搞，你给大家游戏规则一下。来，别驼背。这个游戏叫一心同体游戏，选一个人当裁判，每轮从框里抽一个词语，裁判倒数三二一后，全员做出与这个词语相符的动作，谁做的最离谱算谁输。我觉得要不算裁判嘛，我们看到词喊三二一吧。我觉得裁判不公平。裁判可以漏掉是吗？可以玩一局，其实我想玩一局试一下吧，要不这局不算，要不好。刘如贤呢？好，那我先来，你们两个有秘密。谁跟？来喽！哎呦，双胞胎哎！哎，干嘛去了？啊，那个继续我们来。哦，开麦来喽！举重，然后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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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举重？拉拉拉！三二一。啊，我们差不多，好像差不多，都差不多。哎，我们这，你觉得我们的思维太匮乏？就选一个最不一样的，就是陈建南，因为不能举在前面。你有什么问题吗？哎，你举重是这么举的吗？你举重这么举的吗？我穿着佳爱的衣服只能举到这儿，对吧？佳爱的衣服我只能举在这儿。你是破，你哪有这样举重呢？你是那个开天辟地吗？我是那个选美举重，只顾着美就好了。对，不懂吧？没看过吧？就那种健美先生的那种感觉是吧？反正这局不算了。对对对，你就是不一样。你是不是想害我？我们要不一个人抽一个吧，好不好？啊，一个人抽一个。对。哦，是我吗？对，是你，是你。不要是那个抽反应就好了。这要干嘛呀？抽一个属于你的。那哥哥来吧，一个。哎，他刚才那一局没有惩罚吗？没有，刚才试了一下。试完，那我们定一个惩罚好了。每个人都要抽吗？等我找个来吧，一个来吧。我们定个惩罚呀，先。刚才是举重白馨予，然后现在我们这轮呢，先是什么？继续白馨予。太惨了吧！白馨予在后面换衣服不太方便。想一个。就是我记得刘杰有一个想法，是不是？我说搞那个十卷的分词。别了吧，容易出事儿是吧？对，动作忘了怎么办，就很尬。那我们先玩，最后输的人我们最后再想，好不好？好，对吧？像吧，从现在开始。好，第一个是吗？触电三。为什么是这个什么什么什么东西？充电。触电。充电。三二触电，你什么耳朵老太太？触电。到底开始了没？开始了没？开始啊？三二一。就是花花。没必要，你触电不应该倒下了吗？哎，你不，触电有可能不倒下，一直。触电是倒不下，一般人触电会下一次抓紧。好，理科生上线。啊，赶快讲一下触电的原理。因为你触电的时候，你那个肌肉会收缩，就会一下抓紧，你是倒不下的。那我这是被电完了之后的我。啊，你被电完了。你电完之后还摆个最美的姿势。我没有这样，我刚明明是跪地上了，学谁家男的。反正就是不一样嘛。那还有最后一分，刚扣一分，扣一分，谁来？那我来吧。好。啊？哎，不扔进去了，要不然。不要扔进去了。我这个是回眸一笑。来吧，转过去。天哪。来吧，三二一。你这什么笑？哎，你们真的在笑啊？老刘也是一遍，是老刘还有手势。我觉得每个人都来一下，这样子。老刘有问题。哎、来，刘书贤，我们挨个来。我刘书贤，快速，三二一，回眸。你刚刚不是这样的？这叫回眸吗？眸线过去，然后身段过去。视觉上是回眸一笑。我这是，你看明明是先动头，然后身子跟过去了。啊，小慧来，三二一。心不在焉啊，可以了，三。真的过了，哎，三二一，我一会儿要是没有这个反应，很尴尬好吗？我们前面两个人有被冒犯到，就很尴尬。你们要做就都做，后面都有好吗？没有，要么就别做。我刚刚
哇哦，然后你做完他们有种看相声，好，这有一种谢谢各位父老乡亲，有一种看了个笑话的感觉。对，妈，肥肥有点东西啊，大家，我害怕你说话。三二一，哇！Excuse me， 请问上海成人都这个样子吗？输了，还没有黑屏。哎，我知道了，肥肥做的不是回眸一笑，做的是刚刚那个触电，而且是面部触电。他这个有另外一个成语可以形容，叫花枝乱颤，你知道吧？已经算有文化的了。好，姜伟姐，姜伟姐，还比啥已经输了？我觉得没有，不会输的，不会输的。三二一，哇！张小莹不能输啊，张小莹，你帮我拉人，拉人，拉人。我是那么做作的人吗？在你们心里？是是，那我来了。来，让我欣赏柯南。你配那种音乐，对，走，三二。哇！可以的，撑住了，好吗？好，刘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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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老奶奶。什么？刘杰。老太太，寂寞老太太是吗？我要求你向我们姐姐道歉。老太太，我们姐姐，姐姐，姐姐，再来一次嘛！给我们一个美丽的，再来一个美丽的。三二一，啊！真像老太太。什么东西啊？你为什么别人？你为什么要吐信子？吐信子，美女。哦，大家都知道这里面谁输了吧？那个肥肥吗？就是恶心到极致，就恶心到你知道吗？我输了动作，赢了人心。啊，是吗？没有吧？我有个问题，为什么肥肥叫肥肥？因为他肥肥。因为我哎呀，这个事情说来话长，我这两年前还是一个200斤的人，你们知道吧？然后我对我后面进团了之后。咋进的？门槛儿。门槛他可能释放一下触电，因为我们因为我进来的时候，我们团的偶像已经非常多了，200多个了。然后子杰坐在那里就盘算着，他觉得应该来一点不一样的了。哦，我知道了，你是那种吉祥物的设定是不是？他看见200斤的我，觉得是时候给大家换换口味了，然后我就来了。这个口味是挺重的，嗯，很不一样。可以，看你说的。那你失去了你的特色哎。好，那就是怀瑾了，是吧？抽一个。啊，这个是刚刚抽过的是吧？就丢出来，丢出来。这个是彩，不是规则，也丢出来，丢出来。嗯，抽个这个吧。你要这个游戏对我这种偶像包袱很重的人，就是你知道吧，比较友好。什么什么呀？瑜伽。啊？什么？瑜伽。瑜伽。瑜伽。来吧，来吧，来吧，来吧。三二一，瑜伽都干嘛？哎？干什么？你在干嘛？干什么？哎，只有一个，只有两个人站着，怎么回事？什么鬼啊！你们瑜伽只有你一个动作是吧？不像话！我觉得智商我又在这里搔首弄姿，在干嘛？我没有。我刚刘淑贤，你滚一滚！在干嘛？在干嘛？不去！我跟你说，他虽然看我们这样吧嗒的时候坐在地上，他就开始。我没有。在干嘛？没有，他是这样。对。他刚出电影这么演的。不管原来在你们心里我就是这种形象。他太漂亮了，扣他一分。好，那小慧我觉得你在座其他人难道没有觉得被侮辱到吗？没关系，反正就是惩罚不是我们做嘛。小慧两分了嘛。两分了啊，很不错很不错。还有人没抽吗？倩楠，倩楠，倩楠，肥肥抽了吗？我抽了。倩楠五体投地，为什么我就这种词啊？因为你刚跳一起同心的时候差一点五体投地。我终于实在现课了，大哥好深啊！倩楠戏真很多，我真的是意外。看见大哥就一下撞，我想这次好不容易跟大哥跳一次一起同心，一定要好好表现，把自己那个表现力啊表现出来，你知道吗？能跟大哥配一配，没想到啊，今天那个失误了，本来想的是单腿跪地，没想到劲儿一大，双腿就没双。双腿杵在那儿了。大哥说，大哥说，前男说打得真一点，可是我还没打呢，他就跪下了。
碰瓷儿，碰瓷儿。对，我就当时就，对不起。就有一种那种生怕大哥打不死你的感觉的。没有，大哥很，大哥就是美女不会打人的，对，就他只会电我。手电，只会电我美丽的脸庞就电我，对。来，五体投地，来吧。五体投地，三二一。我怎么觉得自己丢了面子呢？你知道吗？你心里隔着镜子觉得我们很傻，我觉得不是，你让我觉得我自己被侮辱到了，刘诗贤。我就是预先觉得这个动作有点傻。我们这个你的刚刚那个表情，就是我时常因为我觉得自己不够变态而和大家格格不入。我借头的很充分，真的。但是我说实话，我其实自爆一下，我那个动作不叫五体投地，我这叫猛虎落地式，你知道吗？叫猛虎落地式呢。而且我又属虎的，对吧？你在给谁磕头啊？不至于，不至于，不至于，不至于。观众就是我的父母。新年好，新年好。我知道他有私心，因为胡小慧已经说了两分了，他不想胡小慧接受惩罚，所以他一个人在那站着。啊！天哪！啊！倒不是，你知道吧？你知道吗？虽然你解释不清了，今天虽然课的有点硬，但是我愿意课。虽然有点硬，但是我愿意。毕竟，笑死了，磕死了，磕死了，磕死了。这么错，下一张，下一个，下一个，那个包子，不是包子，牛奶，包子，我包子，我不叫包子，牛奶，老牛。哎，怎么叫到莎莎？打麻将，这多简单啊！这太简单了，来打麻将吗？三二一，呼了。咱俩戏太多了，我结束了，糊了。戏太多了，这个人。大哥，没有人看牌吗？我糊了，我也糊了。打麻将跟我有弱智一项吗？哎，我们四个凑一桌，他们仨输了。我们五个人怎么打麻将？有五个人，会不会在这儿？无语，好吵啊！五个人可以打麻将吗？十个人打不了麻将，有一个人买马。买马，所以这算谁输了吗？我觉得这应该考反应能力，应该一拿到我立马就说，让大家一下子就做。哎，可以，我觉得应该这样。你睫毛开了，好，可以重新来，重新来。直男，快啊！你牙刷口红自己不要看啊。那你要把字念，直接说，自己不要看，直接说，字也不能看。对，换会儿大声朗读出来。公鸡啊，公鸡啊，公鸡，哪个公鸡啊？哎，是那个大的公鸡吗？你有没有？华为又是你。不是，哪有正义的攻击？是你，我举报他口齿不清晰。哪有这么高的攻击？他说攻击，我不知道什么东西。是这个攻击。攻击什么东西？这个攻击还是这个攻击？对啊，我有这个攻击。开玩笑的，就是这个攻击。嗯，就你有问题。你有问题。没有问。你有问题。哪有跪下的攻击啊？我那不是跪下，因为攻击很矮啊，我得矮一点。那咋？攻击是很矮，攻击还有机关子呢，你有吗？有啊，这不是。公鸡会叫，你来一个。哎呀，公鸡，叫一下，好努力。哎，行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很努力了，已经很努力了，今天也努力了呢。反正这要是胡小慧输了，因为我们鸡的平均身高是这样的，他自己下去。我还没输呢，这还不是还有一个，他跟你是一伙儿。那我必然不会输啊！你已经三个了，我最多俩嘛。那你老刘保不了你了，来吧。刘子抽一个，我已经想好了惩罚是什么。那刘诗贤究竟是赢了朋友还是输了游戏呢？到了我喜欢的戏码了吗？什么呀？肚子痛。哎，我觉得大家不知道没有发现，就是从这一系列的表演发现，我们的想象力真的很匮乏。那说明我哎，他这个不行，我们得更丰富一点。人家就我们真的好浮于表面啊，怪不得我们没戏拍。所以啊，表演课。因为你知道为什么没有戏了吗？说的好逼真，肚子痛全是这样的。对呀，肚子痛就是这样。哎呀，好痛，怎么办呢？我觉得其实他想个惩罚吧，想惩罚。刚我一次，他两次，肥肥得有个三次吧？不是，有三次，你不要这样，攻击我。肥肥怎么会这样子呢？你们仨吧。啊？为什么？因为后台已经准备好了。哪有我呀、啊？没有我。你先说你的惩罚。你刚才我想让他就是唱分词的时候表演刚肥那个触电。啊！不，我知道了。我想让他表演一下，就是他扛起白鲸鱼，然后举重，然后一边表演触电，一边肚子痛，然后是作为一只公鸡。
哎，你俩关系是挺不错的吧？我记得一般般了。不还行吗？太难了，要不背他吧？我的太难了，太难了，自己背。我们最狠的一个惩罚是十支卷在那里做了一首歌的俯卧撑。对对对，栗子。我觉得不能低于这个标准。那不行，因为是这样，大家都知道一个原理，就是在平板支撑过程当中，时间会过得很慢。所以有可能我们这场公演一直跳不完。什么？是这样子的吗？你没有看到别人说冰淇淋掉了，然后马上做平板支撑，然后冰淇淋就可以被捡到了？谁输了？我天哪！因为在平板支撑的过程当中，一秒钟相当于十秒钟。强词夺理。真的。要不然你去做一下，要不然你试试。他就想让你代替他。也没有，老想你。这样吧，胡小慧，我代替不了，我肌无力。你就选一个人做三次，就是抱起来蹲起，怎么样？啊，可以。三次就 OK。选一个人，就是我抱着他蹲起。好，对，没错。谁的分？选三个人。选一个人，一个吃三次，抱着他做三个蹲起。不要躲，好吧，你们现在站出来，最轻的站出来。哎，我举了刘仁君减肥了，他胡说八道。哎，这个我是肥婆，不是你们这个。刘淑贤，哎，这怎么把一个人逼到这种地步呢？你真的？白馨予情况。我今天开始对你刮目相看，真的。哎，就是很努力，你知道吧？大家都很努力啊。伤敌一千，自损八百。选一个吧，我也是肥婆。哎，其实我知道这里面最瘦的人是谁。谁啊？不是我，珊珊。苏珊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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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苏珊珊。好吧，你告诉我，到底你沉一点还是你沉一点？我是肥婆。珊珊，你怎么那么多肥婆？对不起，我说不出来。那就你，那就你。来吧我知道的，我们队就是王总为了给大家一点新口味。哎，我觉得可以那样，就是试卷走出来的时候把它抱出来，抱出来，然后快吧，上吧，来吧来吧，今天的时候等会儿这只手好，蹲起哈，哎呦，哇，你相信我们小虎哥粗壮大腿？你跳上来吧，行吗？里面是裤子，我好担心啊，行不行啊？你可以跳上来，三二一，啊！到此结束了，对对对对，请大家欣赏接下来的歌曲吧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